Crush.停一下，单独某一个通道。啊，你得设置一下是吧？还得设呀。那当然，它通道它就是需要设置的。啊。给你看看这个界面，这个界面挺有用的。嗯，两个通道的。你试一下，两个通道同步吗？嗯，还是第二个通道。嗯，第二个通道。第三个通道了，第四个。